Wow! Where is this? 衬托里尼。今天的天气比较阴凉一点，还挺舒服的，因为没有太阳。薇姐，你为什么带那么多行李啊？啊，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冷。就算再冷，你也会穿这么少好吗？你就是不是热的时候我穿得很厚，然后冷的时候我穿得很薄。我刚刚那个在车里面，我真的差点就吐了。看手机就会让自己不太晕。看手机更晕。没有看手机才会晕。对啊。我不会，我就是这样子。对，我晕的时候看手机我就不会晕，但是如果我玩游戏我就会晕。我们赶紧吧，要不走快点。太重了。它不是重，它是难推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把这个放在这个上面，然后你再把这个放在上面，放不上去的吧？会容易掉的。你看它这里都握不了，这里。不难呀，很容易啊，你看。但我还是。我是不是很聪明？这个挂你们箱子上吧。好，挂我箱子上。我是不是很聪明啊？天哪，我太聪明了，我是天才。哎呀，这不是有行李的那个吗？可以用吗？可以用吗？谢谢，吓死我了！谢谢你，谢谢。你就把这个放在这个里上面啊，太重了。哈哈，我突然感觉自己来到了圣托里尼，它是这样子。出租车，哈哈，我快吧。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往哪边走？汪汪汪汪。这边走。好的，谢谢叔叔。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是黑懒白的？没有，没有那么刻意去发现。我不爱你了，你不说我没有发现。出租车。花圃台，你真会打表，好吧，走吧，坐我车子走吧，好吧。这你先走，对，来，我来。哎，小姐，我怎么这么重？因为太重了，对吧？谢谢，这可以呀，可以呀，你信我，对。好的，相信你。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岛上面最繁华的地方。过去了多久？最繁华的地方，看起来也很安静啊，就。是的呀，岛上面的生活就是很安逸。整个岛上面最有名的就是海鲜了，东海说这些不是很有名的吗？还有带鱼。哇，我好想吃呀，螃蟹。梭子蟹我喜欢吃的，我喜欢吃大闸蟹。葱姜梭子蟹。这个天气太适合睡觉了。对啊，你想想，一把躺椅，然后我们三个躺在上面，然后打开一个电视，来一杯酒，然后再来点小零食，一只狗，一个爱人，我还差什么？你说的这些你都差。现在其实我来这个岛，我最大的目的就是可以休息一下，睡个觉。你想多了，我觉得我们三个睡在一起也挺好。那倒不好，你们天天都想跟我睡，不是？没有，我喜欢你的陪伴，但是睡觉的时候呢？睡觉的时候都。刘师傅，你的车可以放音乐吗？可以啊。最大声，我都唱吗？最大声，不用最大声，不用，要不最大声。好。就这样，我感觉。我们来把这个安静的岛变成炸掉，炸。我们这是一个行走的炸弹。对，来了来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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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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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们到了，我帮你行李拿下来啊。谢谢。啊，这个我感觉我们自己根本抬不上去。那你们等着，我帮你们拿，好吧？谢谢师傅。好了，又好又帅。哇，单手，你看这个臂力，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
真的，你平时在家健身是吧？没有，你太夸奖我了，好吧？真的，你看我单手。哎，要不我帮你？不用了，这个真的很重哦。来吧，这两个一起来吧。谢谢。你好累啊。我是有点累。辛苦了。谢谢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看看世界的残酷吧。你好你好。天使。你好你好。哇哦。厉害。谢谢。谢谢啊，没事。哎，这里真的好好看。对。你看你看这个好好看。麻烦给我来杯莫吉托。哦，好可爱。这是地图吗？对，里面有一份我们的做的手绘地图。好可爱。关于我们民宿，然后以及这个路口，你们刚才上来的地方，然后周边沿路下边有我们这个最近的免费沙滩。然后免费沙滩？免费沙滩还有收费沙滩吗？对，你们路过的时候有一个2公里长的大沙滩。那收费的好玩，免费的好玩？都好。你要给我们推荐一个海鲜餐厅？我们就是海鲜餐厅。啊，海鲜大排档。哦，那我要联系一下，一会儿告诉你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房间在几楼？3楼呀，有电梯呀。太棒了。